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收窄，六月份经济企稳回升，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。初步核算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 2.5%。 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29137亿元，同比增长 5%。 第二产业增加值228636亿元，增长 3.2%。 第三产业增加值304868亿元，增长 1.8%。